篇第八十六篇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是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。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悍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脸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